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百变玩具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的汪汪队莱德队长为我们带来了一款拼图玩具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水果拼图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款拼图，这是我们的西红柿拼图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树上面，这是我们的树苗，树上面接着一个熟的西红柿，两个生的西红柿，这是我们两个生的还没有熟，这是熟的红色的西红柿。现在把我们的这款西红柿把它拆开，这里有许多的零件，我们来把我们的零件分解开。这里有许多零件，我们来找到对应的积木拼放在上面。第一块积木，这边是我们的太阳，这是我们的第三排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排。这是我们的这一款水果拼图，西红柿，我们就拼装完成，来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一款西红柿。
节目我们为大家带来了这款拼图玩具，我们就为大家拼装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